大家好，欢迎收看经典传奇。以前的节目里啊，咱们说过好几个著名的文物大道啊，比如把这慈禧、乾隆两座帝陵洗劫一空的东陵大道孙殿英，连挖17座唐代皇陵的五代军阀温韬，这些财迷心窍的家伙呀，也因此呢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骂名。但是呢，还有一个文物大盗，他干的那条勾当啊，比上面这两位那要大得多，造成的后果呢也严重得多，却没有像温韬和孙殿英那样遗臭万年。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又为什么会这样呢？哎，看完今天的节目啊，您就全明白了。话说1908年11月，大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2天之内先后驾崩，光绪的侄子还不满3岁的爱新觉罗溥仪继承皇位啊，那也就是历史上说的宣统皇帝。可惜啊，这小皇帝龙椅还没坐热呢，哎，他就赶上了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1912年2月，隆裕太后带着小皇帝被迫宣布退位啊，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终结，这大清国亡了，这皇帝却还在，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宣布退位之前，满清皇室跟这个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啊，他就签了个清室优待条例，规定呢，民国政府以外国君主的礼仪对待满清皇室，溥仪的皇帝尊号不变，照旧住在紫禁城里，民国政府呢，每年还得拨400万两银子养着这个小朝廷。以乾清门为界，乾清皖南就是到天安门那一带属于民国政府所有，乾清门到神武门属于小朝廷，也就是清朝所有。就这样，紫禁城外头呢是民国，城里的遗老遗少呢照旧给皇帝磕头，看上去啊那似乎是皆大欢喜。可是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优待条例呢却没有提到，从而呢为今天的故事埋下了伏笔。那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哎，就是紫禁城里历朝历代积累的那些财宝和文物，他们的归属问题。要知道，紫禁城8800多间房子，几乎每间房子里都存有明清两代留下来的贵重物品，数量多得吓死人。宫中的国中的珍宝奇玩，就是包括金银呐、玉器啊、陶器啊，大概有100万件。书籍呢，大概是50万册，然后呢，宫中的那些文献档案大概有800万到1000万。紫禁城里的这些珍宝，无论是本身的价值，还是附带的历史文化价值，那都是一个无法估量的天文数字。民国建立之后，这笔天价财富到底该归谁，曾经呢引起过不小的争议。民国政府里的一些知识分子就认为，皇帝是代表国家来统治人民的，所以朝廷的财产它应该是国家和全体民众的财产，他们所使用的所有的物品都是应该是为全国的国民所有，这都应该属于公产。而满清小朝廷呢却认为，大清没亡的时候，整个天下那都是爱新觉罗家的，皇宫里的东西那不用说，那更是爱新觉罗家的私有财产。双方为此呢一度争执不下，本来像这么重要的问题呀、啊，那按说大家那得坐下来好好议议，早点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可是呢，民国建立之后啊，先是袁世凯复辟，接着呢又是这个府院之争、直奉大战，北洋政府自己的事他都顾不过来，那这皇宫财产归属的事呢，结果那就被搁下了。紫禁城里数不清的珍宝竟然成了归属不明的无主财产。哎，既然没人管，那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住在紫禁城里的满清小朝廷那可就不客气了。江山虽然丢了，可皇家的气派他不能丢。当时呢，光小皇帝一个月的膳食费就高达14000两银子，民国政府每年拨给小朝廷的400万两银子，你说哪经得起这样花呀？很快小朝廷的日子就开始入不敷出了，于是呢这些人哎他就打起了皇宫珍宝的主意。那个有时候那内府的开支这钱都不够，没法开支，
这怎么办呢？内务府就卖东西吧。内务府最早变卖的东西主要是皇宫里的金器和珠宝，那其中最珍贵的那得数乾隆年间铸造的这套金编钟。编钟呢一共16个啊，由10000多两纯金打造，艺术价值呢就更不用说了。可这样的绝世宝贝却只卖了40万两银子，那你要问为什么这么便宜啊？没别的，就因为经办的人吃了回扣，而吃回扣呢还算好的，更糟的事儿还在后面。当时啊，紫禁城外各路军阀打得那不可开交，紫禁城里的各色人等呢，那也是人人自危，都想着趁乱捞一笔，好给自己留条后路。那有权的王公大臣开始明目张胆地把各种珍宝字画塞进自己的腰包，那没权的太监宫女呢，那也没闲着，顺手牵羊，拨门撬锁，能偷什么算什么。最离谱的一件事儿，那就是1922年溥仪大婚时，皇后婉容她凤冠上镶的珍珠宝石，竟然一夜之间全被太监们换成了赝品。这些明偷暗抢，那实在是太过疯狂。终于引起了溥仪的察觉，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偷东西，这还了得呀。1923年6月，溥仪宣布要亲自到建福宫检查看少了些什么东西，这可把太监们给吓坏了。为了消灭罪证，那天晚上太监们放了一把大火，把建福宫烧成了一片白地。罪证那是没了，可建福宫里存放的大量瓷器字画以及上万册的珍贵古籍也在大火中统统化为了灰烬。如此之多的珍宝，丢的丢，毁的毁，实在是让人心疼了。溥仪心里那也是有气说不出啊，他绝对想不到没过多久他自己也成了紫禁城珍宝大盗里的一员。张杰说道，为了留后路，满清小朝廷里的各色人等呢，纷纷把黑手伸向了紫禁城里的珍宝。那做主子的溥仪，按说那得防着别人偷自己的东西才对呀。可是，因为一个洋人的出现，溥仪自己很快他也成了盗宝的家贼。那么，这个洋人是谁呢？张士珍呢？他是英格兰人。他是英国的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他是通过那个李鸿章的儿子李金迈推荐，然后呢，由当时的席世昌总统和英国的那个公使馆，就是英国的使馆，跟他商谈以后，然后请他做溥仪的英文教师。他是1919年3月份，然后进入宫廷。除了教英文，庄士敦呢还给溥仪带来了很多西洋的新鲜玩意儿。从庄士敦嘴里呢，溥仪开始知道在皇宫的外头，大清国的外头还有一个五彩缤纷的花花世界。因为庄士敦呢作为溥仪的英语老师，他给溥仪带来了很多新思想，外面世界，所以溥仪影响很大。溥仪就想呢，想出国留学。换做一般的有钱人呢，出国留学在当时他也不算什么难事儿，可溥仪不行啊，堂堂天朝皇帝，你怎么能跑到外国去，还是去跟这洋鬼子学东西呢？这成何体统啊！出国留学首要条件得准备经费，经费从何而来？想来想去就从宫中这些文物珍宝上下手了。哎，就这样，这位末代皇帝动起了皇宫珍宝的心思。只是啊，溥仪名义上虽然是半拉这个紫禁城的主人，可想动皇宫里的这些珍宝，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怎么呢？第一，溥仪身边随时都有大臣和太监跟着；第二，皇宫门外每天都有民国政府的军队把守。总之，小偷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当。琢磨了很长时间呢，溥仪呢才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什么办法呢？当时溥仪的弟弟溥杰每天都要进宫来陪皇帝读书，哎，这溥仪呢就挑那些又值钱又好拿的宝贝交给溥杰，再由溥杰呢悄悄地带到宫外。那是怎么说？因为每次像溥杰进宫，他身边都有两个伺候他的人员，他带一个包袱，
都是穿着衣服。那么他进去以后呢，然后把他赏赐的东西就包在这包袱里边，然后他把衣服穿在身上，然后就开始出宫，然后历时五个月的时间，就是盗窃了宫中的主要是两块东西，一块呢就是书，书呢大概是210部，502行，那个还有一些宫中的珍宝字画，这个是1285件，那其他的还有像那皮包14个呀，还有印章45个一套啊，哎，这都是比较小的，主要是这两大块，就是让他的七叔载涛，啊，替溥仪呢在天津购买了一栋这个楼房，那么呢，他就是又通过关系呢，把这批到处的这些珍宝啊、字画啊，又运往天津。哎，要说这小皇帝那还算有点头脑，皇宫里边那么多珍宝，他没有挑那些个头大又惹眼的金银器，而是专偷各种古籍善本、字画印章。这些东西呢，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出他们价值连城，加上呢体积又小，往外拿呢别人很难发现。就这样，半年下来，紫禁城里面最珍贵的字画和古籍差不多都让溥仪哥俩呀给搬空了，随便挑一件卖，那都足够他留学的开销。那正当溥仪做着留洋美梦的时候，哎，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呢？有个帮溥杰运过东西的小太监向内务府告发了这件事儿。一听这事儿啊，溥仪的亲爹摄政王载沣，他不但把这小皇帝臭骂了一顿，还派人对他日夜监视。哎，溥仪啊，费尽苦心筹备了大半年的出国计划就此夭折。1924年，北京政变爆发，冯玉祥派兵进入紫禁城，把溥仪和整个小朝廷都赶出了皇宫。当时那个溥仪和那个他的皇后婉容啊，还正在后边那个雅殿里边正在吃苹果。这个时候内府大臣就跑进来了，说是政府命令我们马上出宫，限3个小时。所以当时咬了一口苹果的溥仪吓得惊慌失措，这个苹果还掉在那个榻上。这个场景当时是非常混乱。被赶出皇宫的溥仪带着家眷和小朝廷的上百号人，几经辗转，最后呢来到了天津。幸好呢，人算不如天算，溥仪原本为出国留学而偷出来的那些珍宝，这时候却派上了大用场。因为当时溥仪的经济状况呢，应该说他是没有这个经济来源，没有这个经济来源。他就主要靠从清宫啊，从过去皇宫里带出来的这种金银财宝珠啊，还有字画是很重要的啊。他就通过出卖这些东西来维持他的生计。靠着变卖皇宫珍宝，溥仪和他的皇后、贵妃，还有一大帮亲戚心腹，在天津呢依然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钢琴、钟表、西装、皮鞋，这些新鲜玩意儿，那是一件接一件的往这净园里拉呀。溥仪本人呢，更是天天出入舞厅、戏院、商场等游乐场所。说有些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国宝级的文物，在天津的市场上还时有出现，这个也是和当时溥仪变卖这个珠宝和字画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了，要说这溥仪是个乐不思蜀的阿斗，那也不准确。在花天酒地的同时，他倒是没忘记自己的宏伟梦想。他在一直在梦想中要恢复他的大清王朝的江山，一直梦想着自己在重新登上皇帝的宝座。可是他在这个小朝廷里面，他有没有兵权，他怎么办呢？是啊，怎么办呢？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皇帝知道啊，靠身边那几个遗老遗少，你恢复大清江山那就是白日做梦，能靠谁呢？溥仪啊，早就想好了。当时呢，在中国，洋人最厉害，各路军阀那都得听洋人的，所以他要也能够抱上洋人的粗腿，那复国才有戏。可惜的是，溥仪想抱洋人的粗腿，那英美等国的正牌洋人对他呀却不感兴趣，忙了半天，粗腿没抱上，反倒让几个老毛子给骗了。在天津呢，他这个时候，
他一心想要恢复清王朝，那么他也是拉拢各派的军阀，包括一些外国的，像这个谢米诺夫啊，还有一些阿克蒂呀、谢米诺夫和阿克蒂俩人那都是沙俄旧军阀。十月革命之后他被赶到了中国，这哥俩别的本事没有，在溥仪面前吹牛那可有一套，唬得未经世事的这个小皇帝还真以为碰到了实力强大的杨靠山，那是不惜血本拉关系，把这皇宫里面带出来的珍宝一次次的往两个沙俄骗子手里送，很多皇宫珍宝由此呢就流向了海外。那两个沙俄骗子露馅之后，溥仪把目光又投向了日本人。哎，这东洋人跟这西洋人他就是不一样，他们对溥仪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为了讨日本人的欢心，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时候，溥仪特地卖了一批骨瓷玉器，为地震呢捐款30万大洋，让日本人对他那是刮目相看。就这样，用钱开路，溥仪和日本人那是越走越近。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协助统治的日本政府，马上就想到了这个中国小皇帝。这年呢，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那么溥仪仓皇逃离天津，去长春当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王。因为事发仓促，那么离开天津的时候呢，溥仪啊，他只随身带了几件玉器，那大量的书画和珍宝还留在天津。那么，这批珍宝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别说到去长春做伪满洲国傀儡皇帝之前，溥仪呢把大批的故宫珍宝就留在了天津。一呢是因为这时间太仓促，二呢这时溥仪呢还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傀儡皇帝以后呢，这时他仍没有想把这批都给拿到东北来的想法，因为他可能是想留点后路啊。最后他的第一规划靖安直就是监视他溥仪的人呢，就跟溥仪说了，说皇帝陛下在天津存放那批东西是不是运到满洲国来。溥仪未知可否，急赶接着说一句，难道陛下还要回天津去吗？在日本人的催促和威逼下，1935年溥仪呢只好把藏在天津的故宫珍宝全都运到了长春。70多箱里边呢有30多箱呢，就是说都是宋版和明版的一些珍贵的这种善本书，还有一些呢就是手卷，应该有1000多幅，还有200多种的这种挂轴，还有一些珍宝。珍宝运抵长春之后啊，很快就被藏进了伪满洲国皇宫的一栋小白楼里。那么当时的这日本人觉得呀，溥仪本人呢都是他们的傀儡啊，这批珍宝在溥仪手里跟在自己手里也没什么两样，所以他们没有着急把珍宝运回日本，而是让他在伪满皇宫的这个小楼里呢安静地躺了13年。日本人也可以这么说的，他因为是顾及到溥仪这个皇帝吧，当时最起码我不说吗，表面上还得让他像个皇帝，暗地怎么算，他说他没来得及下这下手的人，可能这也是日本垮台太快，来不及下手。也多亏了日本人的自信，让这批珍宝呢没有像别的一些中国文物那样从此流落异国他乡。那他们最后上哪了呢？哎，这说起来就比较复杂哈，得费一点功夫了。话说1945年8月，随着美军登陆日本本土，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崩溃之势呢已成定局。眼看长春难保，日本人决定让傀儡皇帝溥仪先到通化躲一躲。就10号开始呢，溥仪就紧张地准备各种东西，溥仪其他东西都没有过问，他就是在这个收藏这些1200多件字画当中呢，溥仑又选了4箱的80多件。8月11号，溥仑呢带着选好的4箱字画和10来箱珠宝古玩，匆匆离开了生活了14年的伪满皇宫，几经辗转呢逃到了位于中朝边界的一个名叫大栗子沟的地方。因为当时他这个生活窘困呢，他也有的时候就像他的随侍也到那里边拿出一些纸上去变卖，为了他的生计的需要。在大栗子沟苦熬了半个月，日本政府终于派人通知溥仪说要接他去日本。接到消息啊，犹如惊弓之鸟的溥仪连老婆和家眷都没管，
带着几个心腹和两只皮箱，就跟这使者呢去了沈阳。溥仪拿着皮箱子，拿这么大一小皮箱，一手提的小皮箱，装了一箱的东西，那什么装的什么些珠宝啊，这些玩意儿，他就想让咱俩到日本怎么办呢？拿点珠宝。比如说有一个电子箱子，改造成一个装衣服的箱子，怎么夹成？里头放了148件珍宝，就带了一批，其他大批都给他留在大理了。大理当时呢，他们有一个叫当事人叫紫飞寮的一个日本人房子，东西都存在那里了。而就在溥仪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准备转机飞往日本的时候，哎，苏联红军呢，正好就攻占了机场，飞机上的日本人当场就缴械投降。就这样，溥仪成了苏联的俘虏，他随身携带的两只箱子也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对那箱古籍和字画，苏联人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用处，哎，就把他们呢移交给了东北人民解放军。而解放军的一位负责人，他也搞不清这些破纸烂书的价值啊，他就随手啊把他们扔到了沈阳的一间仓库里。直到5年之后，有人突然就想起了这批东西，那这些重量级的国宝才得以重见天日。所以1950年的时候，文化部组织一批专家，现在有杨荫凯先生，他就来清理这批东西，然后在这批东西在一大堆箱中间就发现了这个清明上河图3件，其中有一件就是根据的这个清明上河图，当时非常兴奋。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中国那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国宝级名画，800多年来这幅画四进宫廷，3次被盗，演绎出无数的传奇故事。谁会想到呢，这时候他会躺在一间破仓库里整整5年无人问津。与清明上河图一起被发现的呢，还有簪花仕女图、国国夫人游春图等多幅历代名画。幸运的是啊，虽然历经辗转，但基本还保存完好，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一睹他们的风采。哎，几幅名画就说到这儿，那回过头来再说被苏联人俘虏的溥仪。那被抓之后呢，他就被送到赤塔关了起来。为了讨好苏联人，哎，溥仪呢把身边最后的一点珍宝以支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捐给了苏联政府。至此，小皇帝随身携带的珍宝那算是彻底损失殆尽。前面说了，溥仪呢从紫禁城里面一共盗出了1300多件古籍字画，几十箱珠宝古玩，除了变卖换钱的部分，多数都留在了长春伪满皇宫，那还有大栗子沟所谓的行宫里。而这些珍宝呢，那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浩劫。当时就是皇帝走了以后呢，有一些那个大臣，就是文臣，偷偷摸摸的进入这个小院了，他们觉得奇怪，所以呢有一天晚上他们值班的大兵通过窗户一看，说那个楼里边怎么那么多的一个箱子，他觉得好奇，所以他就翻窗进去，打开一看，一个都是那个黄绫子包的一件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所以打开了那一个的字画，纸也很旧也很破，他也不知道这个值钱不值钱，所以他拿了几卷就出去了，然后这个东西轰响，所以喝好的很珍贵的字画撕成一半的。这个附近的百姓呢，还有当年的一些这个护军，还有这个宫中的一些杂役人员，就纷纷的把它都已经瓜分了。这瓜分之后呢，就是有的不知去向，有的呢就是散落在民间了。这些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辉煌成就、无比珍贵的文化瑰宝，自此四散飘零。他们有一部分呢流入欧美等国，成为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有的呢被国内藏家收藏，而更多的珍宝呢却是流落民间。命运让人扼腕，比如说唐伯虎自己最为得意的山水人物画《释名图》，几经转手呢，最后被人当废纸垫了炕；书圣王羲之的绝世墨宝《二谢帖》，被一个满洲大兵当做了引火的木柴。直到1948年东北全面解放之后，人民政府才开始追查这些珍宝的流向，并花重金进行收购。
从1948-1949-1950年，只要一发行这书就进行收购。比如《一小传》，当时花了110,000；《三苏先生文萃》花了400斤小米。为什么花400？因为当时是1948年，那个时候是全国属于饥荒状态，有400斤小米，这可能养活可以养活不少命，所以当时政府人特批花了400斤小米，把这三苏先生文萃给收过来了。数千件的遗世珍宝能收回的呀，那只是少数，那更多的宝物呢，直到今天依然不知所踪。正如宏宇节目一开始说，温涛和孙殿英这些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文物大盗，那要和溥仪比起来，那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前两位盗的那大多是金银珠宝，而溥仪糟蹋的多数那都是独一无二没法复制的古籍善本、名人字画等文化瑰宝。可以说他给中国历史文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应该从这个遗失这个角度，从他损毁的这个角度，应该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说是民族的罪人。这个罪人呢，1946年被苏联方面移交给中国。经过几年的改造，溥仪呢从一个连叠被的系鞋带都不会的寄生虫，转变为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1951年初，他把贴身携带的最后几件珍宝，包括价值连城的田黄石、三连环玉玺在内，捐献给了国家，算是对自己的盗宝生涯做了最后的交代。哎，这就是溥仪盗宝的整个经过。看完之后呢，不知您会不会有一种心疼的感觉。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在那样的乱世，即使没有溥仪这个败家子儿，那故宫珍宝也难保不会遭遇类似的命运。所以说呀，要想国宝安全，国家的安定强大，那才是最可靠的保证。